我因为我同学讲说有一块要发，所以就想说好，那是我们直接开始。刚刚被周老师破格跟他吓到，跟他讲了，所以我跟他讲是陪伴，精神多元之旅。然后我同学，我是谁？不知道，我有什么请教他？然后我说我一个礼拜一定会陪多元开会开四个小时，然后线上咨询大概四个小时。现在，然后累计跟他聊天，从我刚加入到这个组到现在，大概累计了3000多小时。好，那听说到一个小时就变得厉害，但还没到，所以就不厉害。这是不够，如果算起来的话，都四个小时的，不算只是被抓去开会的，代表10位，然后大概有10位是处长级以上，然后多数都是科员跟科长。我要说的是，我是先认识科员跟科长，因为我认识 PDI， 然后才认识长官。资讯人体验政府运作的机制，就是资讯人员志工计划，能够让有第二专长的资讯志工陪着一般公务员去做他们的勤务。像有想法公务员提出申请，也可以说业务配合资讯人两边去协作，然后发起干下去报告，然后告诉别人他们在做什么，然后有多少东西可以借由数位改变。然后因为有新的基层公务员真的很辛苦，然后听过这个计划的人都是我在做梦，其实我觉得再说一次我在做梦，但是我刚好有机会，因为我是 TIE， 然后我就被抓去了。好，那作为一个资深的 TIE， 然后我就卧底潜入，那个时候做很多改变。然后有几点是我进入之后的心得，第一点是事不正正，不要 day by， 不要笑他们蠢，不要想帮他们干这个事情，暂时放下人民是政府这样概念，请换上你是人民的奴隶的概念。我就把我这张打了，然后公园觉得需要可以让他好好聊天，然后唯一陪伴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聊几分对话。然后有些事情我要先讲，你绝对不能抱着对立的心情加入。有心的公务员真的很不想被骂薪水小偷，真的不想被认为自己不想做事，真的很不想被自己认同理念的人干掉。有些公务员真的很痛恨被黑锅，很痛恨当假饼干，很痛恨有目标到来怎么做，很痛恨法规跟执行的跟现实的落差，而且他没办法改变法规，很希望他自己法规都可以好好的了解他们。很多事情政府都不知道完美的答案，做选择一定会有被牺牲的。公务员自己出来做的都很多都觉得他们找自己有没干的没能力，但我不是公务员，我总没他的吧。我自己认识的听到的今天这场子至少就有十几位愿意长期参与的公务员，我们都在同一战线上，这也没有公务员百姓的差别，这也只有志愿者，我们都是平等的，不管在场的公务员或一般的，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以前做心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第二专长，然后只会资讯的人一定要有一个第二领域，不然陪伴需要信任，没有多少人愿意信任你，每次专业是非常重要的信任基础。所以呢，以我为例，我是走社服路线，那只要常练习，其实重点在放下该者家，好，谢谢大家。